主要一把剑的视野下，你就要他要求你赐回下面的视野和下面的视野同在。祝福你们的话语，祝福我们的分享，祝福你的祷告。那么这本书是什么时候写成的？这个从书上很，好像比较明显的是，这个信徒呢，好像应该是，应该是至少守信人，应该是第二代的信徒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福音啊，就是说是主亲自，这救恩是主亲自讲的，后来呢是没听见人表明证实了，有人根据这句话就认为这第二代的信徒写的啊，应该是第啊作者也好，这个书信人也好，应该是第二代信徒。我个人觉得说法这个证据并不充分，因为就是第一代圣徒，就是彼得、约翰在约翰他们留在的时候，如果他写给一些后来信主的人，也应该按教会整体来说，他说这救恩是主亲自讲的。这个和第二代、第三代没关系，就和现在的信徒说这救恩是主亲自讲的，后来是听见人证实了，使徒就不用多见的，也可以这样说。这样呢，我觉得这句话不能作为第说是这个写信人也不是第一代信徒，书信也不是，做这个证据，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并不一定可靠。就是说，写信人呀，因为这本书没写写信人是谁，如果彼得、雅各、约翰、保罗，他不可能说，这救恩是主亲自讲的，后来是那些听见人向你证实了，就是说，好像这个作者，不是直接从耶稣那听到的教导。这样也保罗他是对其他人说，他完全可以这样说，第一呢，他完全可以这样说，对现代的人也可以这样说。这个和第一代、第二代，我个人觉得没关系。那么这样呢，从这个神里面看到这个教会呢，他已经受到逼迫了，十二章第四节，那你们与对象呢还没有到流血地步，这样呢他已经受到逼迫了，但是呢还没有到流血地步，还没有为主殉道的。那么保罗呢，这个作者呢，他又讲到这个信心的见证人。十一章讲到了很多新的见证人，他们受试探被刀杀，配着绵羊上的皮割出美宝，从亚伯开始，一直到众先知，一直到就是信心的见证人吧，亚伯引着信怎么样怎么样，以诺引着信怎么样怎么样，诺亚印的信怎么样怎么样亚伯拉罕印的信怎么样怎么样，以撒印的信怎么样，雅各印的信怎么样怎么样，摩西印的信怎么样怎么样，大卫印的信怎么样怎么样，撒母耳印的信怎么样怎么样，他们印的信支付了帝国，还有富人的自由，这个死人复活，还有他们受试炼被刀杀，被锯死，又被兽打死的，有他们因着信支配帝国灭了火的威势，
是吧？这个属阳性不跟这个固性的释放。下面说，他们这些人，他们如果要想着离开的家乡，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，但是他们也不回，他们要羡慕更美的家乡，有的在天上的，神被称为他们的神，并不因为吃，因为神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说这些人呢，说病啊，有的被血去死，有的被石头打死，这些人呢都是被血去死，应该是以赛亚，被血去死，被石头打死，斯提凡当时被石头打死，他们，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，但是他们这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着说应，说，并没有得着说应许的，说盼望的。为什么呢？下面说，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，若不是他们与我们，说这些人都是世界不会有的人，所以世界逼迫他们。这些人人为得着说应许的，为什么？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，是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，就不能完全。这说明呢，预言到，那么将要教会将要受大逼迫，将要受逼迫，神已经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，历史历代的圣徒都受了，这些信息的见证人信心都受到考验。说这些人的受世界的逼迫，说明这些人不受世界，是世界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。他们呢，离开了说离开的家乡，羡慕一个更美的天家。他神也给他们，神被成为他们，神被成为他们的神，并不以为耻，因为神给他们预备了一个家乡，预备了一座城。这些人呢，都是存着信心死的。从远处望见，且欢喜迎接。这个信心是望远镜，信心是，能够，看见，看不见的。这个信是，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儿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从往远处望前，欢喜迎接那一个永远的家乡，他们都在盼望。但是，一直到他们仍然没有得着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，如果他们不与我们同得，一块儿来得，就不能完全。要得的时候一块儿得，因为他站到主的台前的时候，一块儿来得到，是这样的。一人复活的时候，他们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从人类的心思。说讲完见证人又说。所以我们既然有着许多见证人，有前的11章讲了这么多，我们就当，放下缸中的，脱去容易沉沦的罪，存心人的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路程，仰望我们信心创始成为耶稣。最后讲到主耶稣，他因前面的喜乐，就忍受了受辱，轻看了十字架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右边。凡受罪人这样顶撞，要思想免得贫回去，我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。象征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，这说明，你们的第10章说，你们必须忍耐，你们的家也被人抢去，也甘心忍受，怎么样怎么样？你们必须忍耐，还有一点的时候能来就来，并不迟呀，那就讲到，这就说他们已经受到逼迫了，那更大的逼还没有来到，这样已经受到逼迫了，这样的这个书是什么时候写的？就由。公元六十，从公元60多年那个教会退已经打逼迫了，这样的他们家也被人抢去，10章32节、34节。那么这样呢，这个打逼迫应该是在2次迫害之间这个时期写成的，这个。首次迫害呢是公元64年尼禄皇帝的时候，他受逼迫。第二次是85年，公元85年都没天启时期，应该是这个时候。这样呢，公元64年尼禄王时期，
伊隆王时期这个时候呢，这个彼得，就是耶稣的门徒大多数都是这个时候被杀的，彼得也好，道定十字架，保罗都是在尼罗王做皇帝的时候。保罗在写提摩太后书，也是在罗马多年，是尼罗王做皇帝的时候。尼罗王他烧罗马城，然后嫁祸于基督徒，说基督徒放火烧的，是为了传福音，说耶稣再来的时候要划分世界，为了传福音把罗马大城给烧了。实际上，他派人他总划分烧的嫁祸于基督徒那时候第一次大逼迫，是这样。第一次大逼迫呢，那个时候呢是。主要是在什么地方呢？主要是在罗马城附近，罗马城周围那个时候有被杀的，但是这个希伯来书呢，应该好像是写给在外地的希伯来人。这个时候呢，好像他们来说还没，只是家业被人抢去的情况。还有一件事情呢，就是说，看他。写信的时候，圣灵还没有摧毁，圣灵还没有摧毁。那祭司，只是说影响，但是说加入卷说的快要给误用了。这样呢，是不是在如果说没有经过流血，第一次逼迫的时候也流血了，那就说，当然尼罗皇帝之前也受逼迫，要不然的话，如果再早的话，就是公元64年还要靠前一些，第一次。逼迫之下，如果是两次逼迫之间呢，说和这个我们还没有流血的地步，好像也不妥当。但是嘴上他不能晚于这个70年，公元70年圣殿摧毁了，这书好像圣殿没摧毁，这样呢，这个书并不是太晚，并不像这个启示录，是公元90年左右写的。可能也不一定是那个时候，恐怕还早一些。是有人曾，如果在第一次大逼迫之前呢，一些小逼迫之后，那也是公元60、61年、62年、公元64年之前这个时候。这个时候呢，你不能说是第二代圣徒了，应该是第一代。至少这个作者是第一代圣徒，他写给人家可能是后来信的，书信人可能是后来信的。那么再说这个写信人是谁呢？写信人过去写他没写作者，没写作者呢，这本书纳入圣经正典非常的晚，这么宝贝的卷书为什么没有纳入圣经正典呢？说那个时候纳入圣经正典，有一个原则，什么原则呢？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必须是出自使徒之手，或者说不是使徒之手，也是写信人家他的资料是从使徒一手资料来的，就像这个，你马可不是使徒，路亚不是使徒，但是他。都是他的观点，他的信仰都是从使徒来的。马可写的东西，马可的东西肯定是从彼得来的。路亚写的东西，他和保罗是分不开的。这样子都是出于使徒。那么希伯来书既然作者定不下来，所以他一直没有列过正典。到了亚特那修。这个时候很确定的，很晚才列入正典，但是虽然没有列入正典，那个时候就影响很大了。那么根据古代的教会呢，他们虽然没有作者的，没写作者，但是他们都很相信是保罗的书信。那么过去的圣经有的就直接写保罗打希伯来书，后来因为他文字里头没有，就不敢写。不再写保罗打希伯来书，这说明什么呢？这说明希伯来书大多数都认为保罗写的。
但是也有些好多人他不认为保罗写的，为什么不认为保罗写的呢？保罗，因为他好像他的口气好像和保罗写的不一样，保罗的口气，说话的口气有些不一样。我想这不是的，这个口气他不是一个时期写的，口气完全不一样。你看保罗，那个监狱书信就同时写的。同一个事情写的，就是说，以弗所哥罗西，以弗所哥罗西腓立比，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，还有腓立门，就是加有书信的同时写的，他写的基本上不但口气内容也差不多，尤其是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，虽然话不一样，但是那样话基本上都差不多。都是说基督和教会的关系，有点偏重不一样。那以弗所呢，主要是讲教会是基督的身体。哥罗西书呢，它重点说基督是教会的元首，都是一个讲元首，一个讲身体，一个重点讲元首，一个重点讲身体。他那话呢都差不多，甚至那话不说一样的吧，就是基本上都差不多啊。你看。两样书上都写到全部印着，两样书上都写到教会主的身体，基督是元首，都是写的。那不一个时期写的，他肯定口气不一样。有人说，教牧书信他写的，这个不是保罗写的，为什么他口气不一样？他几十年，相比几十年写的肯定不一样。你看。就是不用说别人，我自己写的东西，你看我写给乔那一封信，那是我算算是23岁写的，23岁写的，现在写的东西，那时候的口气，你现在怎么都写不出来，那也就是那时候写出，他一写就是那口气，一个一写就是那种文字，你现在写，现在写就写不，现在写他肯定不一样了。就是你看宝志也是这样，这个宝志文化大革命时期，你看那宝志写的话，一看就知道。你看大跃进时期写的话，你看邓小平时期说的话，写的文字那些习惯用的词儿，到现在写，他每一个时期都不一样，每一个人他不同时期写出来文风肯定不一样。还有一样事情，宝志写的东西有的时候是别人代笔的，你看。罗马书就是让那个德牛代笔啊，他说他写，一个说一个写，这样呢，这样呢，这个，就是说这是，这是保罗的啊，这是作者吧，作者呢，那么我的倾向当然是。加尔文也好，马丁路德也好，他好多他都不认为是保罗写的，他都不认为是保罗写的。有人是认为比加马和亚细拉写的，甚至还有是亚伯罗写的，有的还认为是路加写的，说法不一样，他都有他的原因。那个这个特尔托良呢，他认为是巴拿巴写的。这个，是他认为是巴拿巴写的。这个马丁路德呢，他认为是亚伯罗写的。德国神学的哈纳克呢，他认为是贝吉拉和亚吉拉写的。这个，加尔文呢，他说他。马丁路德，他说这本书断乎不是出自保罗的手笔，因为他的思想，不好像和保罗不相像。加尔文也说自己不会相信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保罗。那俄里根他说一句评语，他说只有上帝自己才肯定知道谁是希伯来的作者。这个说法肯定没有用处。耶鲁米他说，
他说西北人断指无论他是谁，都无少变那个俄国司令也是这个意思。那么这样呢，叫我来这个根据教会的历史演变呢，没有人肯定是西北来的作者谁，但是，那么，一直这个，一直起初的教会呢，基本上都认为是保罗写的，保罗写的。那么我的观点呢，第一个观点，第一个你研究谁写的呢？没有什么益处。神啊，他没写，你别研究了。但是无论谁写的吧，只要是神的话就行。但是他为什么研究呢？这卷书要不要，算不算圣经？那看他作者是不是使徒。这样呢，就是需要确定是不是使徒写的。使徒写的他有权威啊，主要的这个。不是写的文字好不好，主要的写确定是不是神的话，不是写的文章人看的好不好。你不能评判圣经是神的话，人的作品你可以评判，这个人水平不错，写的不错。如果神的话，你能说完了你写的好呢？这就是和写的内容好不好，这个没关系。那么确定神的话呢，怎么来确定？旧约看这个人是不是先知，新约看这个人是不是使徒，就这。那么使徒是一个特殊的职位，使徒是基督的代表，神的代表，先知是上帝的口。这样呢，上帝的口呢，就是他说的话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他替神说话。那么基督的代表呢，他说话不是耶和华如此说，而是把自己的，他直接是全权代表，他说的话就是神的话。保罗说没有，关于同神问题，我没有主的指示，我要告诉你怎么样。实际上他说的话，都是他写的书信，都是保罗打罗马人书打以弗所书，他没说，亚华如此说，或者说主神告诉我什么话，不是这，而是什么呢？我们在新约，我们教会和主的关系。教会说话就是圣灵，我们看到，在耶路撒冷大会，门徒在一使徒在一块儿研究怎么给外邦人写信，写信就是他们大的意见总和，说圣灵和我们定义不讲别的，但是讲在你们身上。那么新约它又代表，新约就是教会和圣灵和我们圣灵，圣灵和我们，这就是新约教会。这样呢，并不是每一个人说话，都可以做信仰的依据。你必须是主的门使徒，使徒呢必须是主亲自拣选的，呼召的。保罗，他们都是见过耶稣的。保罗也是在大马士革遇到主亲自托付他，让他向外邦传福音，所以。他是使徒。咱确定是不是圣经，主要的是看他这个人是不是使徒，主要看是不是使徒。这样呢，真理不能确定作者，这个西北来说才比较晚才列入圣经。那么列入圣经就得确定是谁。那么实际上其他人他不是使徒，你列入圣经必须是保罗写的。你说巴拿巴也好，贝吉拉和耶加巴也好，但是最主要他一个是使徒或者出自使徒，其他人至少别人写的也可以，但是至少能够知道他的这些信息的来源是从使徒来的。那么这样呢，我第一就是研究谁从谁来的。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没有意义，表明。但是从这种历史定位来讲，
你说这样说该不该列到省量里面？整量里面有确定师徒，师徒你说谁呢？当然我还是穷乡一包乱。如果一定说的话，虽然沈阳没写，啊，但是呢，那为什么是包乱写的？那么第一个，包乱为什么不写名字？包乱是外邦的师徒，给西北来写。西北来人写，他不写名字有他的原因。当时怎么样呢？你要知道，我们看到西北来，第一次我们讲到这种背景，这种信仰的背景转型。那保罗是外邦的使徒，犹太人来说，尤其是对保罗，他是外邦的使徒，他是又是传，守割礼不守割礼无关紧要。就是说，这个律法都是影子。如果他想他使徒的名字对西北来的信徒好接受，但是对有些犹太人，他会引起一些无谓的争执来。一听是保罗写的，他本来就反感。你老是讲，你现在又拿着去说一样书，你说律法是影子，是讲的美食的影子，你本身就这样呢？对于传福音没什么好处，所以西北来作者肯定知道是他，西北来的书信人肯定知道是他，但是呢，他写上名字之后，那么他不是光信徒，那更多人看，那么更多人看，当时来说他会引起一些无谓的争执来。当时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保罗走到哪里，犹太人做了最凶恶的敌人。有一次，那么犹太人发了个毒誓，他如果我们不杀了保罗，就40天不吃不喝。你看到没有？那么后来，罗马的官长，那都是奇迹啊，派些兵丁来把他护送着走了，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。他这个政府，他怎么派人送一个传道人保护他？说。那个犹太人发了毒誓，你要想想不吃不喝，他们就很明的要杀保罗。为什么？因为保罗传福音给外邦人，保罗就说带领的外邦人让他非不受割礼。我们看到保罗每一次受逼迫的时候，他说他就做见证，我是怎么？他意思很明显，他说你们现在逼迫我，他们现在逼迫我。你知道我是什么人？我过去是法利赛人，我比他们逼迫耶稣更厉害。我怎么悔改了你？我在大马色罗遇到主，那时候，有神对我说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我说主啊，你是谁啊？我是你说逼迫的耶稣，我当做什么？所以那都是保罗过去是逼迫教会的人，现在他们都在死命的逼迫他，逼迫他呢？我一看到受逼迫的时候，你就知道。保罗说的话什么意思？现在他们逼迫我，他分析什么意思？我过去是逼迫这教的，我为什么现在受逼迫？我为什么现在我知道我信的谁？我没有违背从天的意向。但是就这么一个在犹太人中争议焦点的一个风头浪尖的人，那么他今天他写他的名字，那么他主要的内容。他写上名字，这样公开他的名字不方便。好多的时候，你发个文章，有的时候你不方便写名字。写名字为什么不方便写名字？有他原因。有的时候你要写上名字，你看，你写文章你要写上名字，让人知道是你写的，让人知道你写的，至少你不是抄来的，你不是说别人的观点。再说你要负责，人要是你说观点人家不同意，人家批评你的时候，你说不是我的意思，我写的别人的。那么你写别人你不写上，那么还有一件事，你写上名字，你写上名字，别人他不会，有的时候他有些标签行为，特别是你写了之后，他别人他把名字抄起，他不说是别人写的，别人都误认他写的，这一般人没事，如果是一些。不三不四的人，那么他就提到，哎，他那怎么和某某人有观点，就马上就，
你看我这还不是什么，就是很普通的人。我在堂里讲的那个叫什么，纪要神学吧，纪要真理啊。我写的草稿还没等呢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传出去的。我还没等呢，我就没发表过。哎，那个网上别处发表了，想他的名字，你看他想了得两什么人的，哪一个还是什么的，还是什么三字教会，这一个什么什么的写的，那他这样。还有的，别人写了写出文章来，接着他在国外发表了，想他的名字发表，人发表了，这我写的文章怎么他发表了？有这样的事，这给请他吃顿饭算了，这都我们认识的人干的事，都上头。说你这个情况，说什么人？那么你有的人他写的东西不方便写名字，这个都不能写名字，有些东西不方便。是保罗写那希伯来书，他写的他肯定不方便写名字，因为保罗说凡事都感性，但不能有益处。他写了名字有理，还是不写名字有理？肯定不写名字有理。写了名字之后，又是给希伯来的，希伯来人他本身就这么大的冲突，这么大的矛和他这么大的思想矛盾，这么大的针锋相对，写了名字对传扬福音不利，所以他干脆不写名字了。光给这些主里面的针对的受刑人谁呢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，这种思想冲突，这些犹太教和基督教的这种思想冲突、福音的思想冲突，有一些细微的人他就开始动摇了，他就开始摇动了，有的要退回啊，一看圣殿，一看犹太的基督徒，他们为律法热心。讲了一些话，他们就开始信仰不明白，开始怀疑了，开始动摇了，甚至有人要再重新回到犹太教里面，就这种情况。那么这封书信呢，就是针对这种情况下的。那么最后说，你为什么相信保罗写的呢？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证据，就是最后我们的兄弟保罗已经处决了，已经释放了，啊，怎么叫一大利器，往一大利器，这说明什么呢？从这一句话说明保罗还是保罗写的，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得释放了。这一句话，提摩太是保罗的帮手，一直和保罗在一块儿，啊，有的是保罗作监，这里是提摩太作监，说提摩太被释放了，说我们的兄弟。提摩太已经释放了，看这个情况，他应该是公元64年之前写的。有人说公元61年，这64之前就第一次逼迫之前，不应该是第二次和第三次之间。为什么呢？没一个是没抵挡流血的地步，一个是提摩太释放了。我们看到公元64年大火之后，扫罗门大城大火之后，一般的基督抓起来不会再释放了，啊。好多都是，除非你否认主的名，才能得释放。这样呢，再一个就是还没有圣殿，还没有拆毁。这样呢，只有保罗对主的认识，对旧约的认识，他又是犹太人的法利赛人的律法特别有造诣，再又是希伯来的思想，希伯来的文化，希腊罗马的文化，他都精通。他是最高学府，当时最高学府加马列门下受教，只有他这种学识，才能写出这么的啊，这个思想高深的这么一卷书，神学思想也好，解得这么透。那么其他人，你想能够在当时的时代，你在使徒里面，别人除了保罗，肯定别人写不出来，他没有那种思想，没有那种文化境界。那你说不是使徒写，不是保罗写的，也不是使徒写的，说下头的信徒写的，另外的人写的，那种，他那种肯定是他，没有那种，
没有那种认识。这样一定说，如果谁写的话，那我就认为他是保罗写的。再一点呢，就是这个基督教和犹太教的比较。那么，那么有人认为呢，这个犹太教呢是旧约的宗教，基督教是新约的宗教，但是这种想法呢是错误的。这种是错误的。这种有人是这个。犹太教信的是旧约，基督教信的是新约，这完全是错误的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整本圣经都是神的话，神的话它不是分为两块，它是统一的。那么我们基督教说新的从旧约新约，我们看到无论旧约之无论新约都是为耶稣得见的，都是将因信耶稣称义。律法也不是让你靠律法称义，是让你律法呢作用就是让你治罪，把你领到基督那里叫人一心称义。这样呢，那么基督教的信仰呢就是亚伯拉罕的信仰，就是以撒、雅各所信的。保罗说是接续独持独先说身份的神，说基督教呢，它不是犹太教啊。到新约，在犹太教的基础上又产生个新约，新的宗教不是。还有这个就是说天主教说旧教，基督教是新教，这也不是。基督教并不是一个新教，基督教它是恢复到圣经使徒时代的，那个天主教是中世纪，基督教。它演变成天主教，它里面有，加了一些圣经没有的内容，它成一个。那么宗教改革呢，是基督教回到神的信仰里面，那神的信仰呢，也不是，也，那个基督教并不是和犹太教是旧约圣经信，基督教是新约，不是。那么基督教呢，也不是说，这个天主教是旧教，基督教是新教。真正的基督教是从古到今，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从旧约到新约，历史里的先知圣徒。我们信的是上帝，信的是基督，不讲什么派、什么宗教，什么宗教那是一种外在表达方式，表达有错有对的。里面也那些教义呢，也有对的，有错的。那么他的目标呢，他本身是，我们说信的是上帝，信的是救恩，信是神的话语。那么他误解了神的话，他把它变成另外一种教义，那么他是一种宗教。那么改变过来还是照神的话信，并不是出了一个新教。那么犹太教呢，犹太教它不是旧约的信仰，犹太教严格的来说，那是被罗德瓦比伦毁灭之后，因为以色列那种世俗化，那种对律法的那种对律法的那种那种不好好的遵守了，那个、意思放松了，对律法的要求放松了，都不受，那么兴起这个什么呢？就是说。犹太教应该什么时候兴起的？应该是从马拉基到马太福音这四百年历史，在这个时间兴起的。这个时间怎么兴起呢？就是一直起来犹太教犹太人里面出一些党派，撒都该人呀、就是法利赛人呀、还有腓立人呀、这个腓立党。又是什么党了？就是说，一些党派，又是这个，一些党派，尤其是这个，各种党派，这些党派都有他的信仰特点，他的信仰互相争论。
那撒都该人家，他只相信墨西哥定神的话，不相信种先知，不相信不相信这些历史是圣经。那法利赛人呢，他相信旧约新约都是圣经。法利赛人呢，他是要求就是说要遵守律法，要严守律法，十分愿意圣的意思，讲圣洁的。所以法利赛人都尊重他，他教导别人。那我教导别人呢，他讲圣洁，讲圣洁，严守律法。严守律法怎么守法呢？那又是圣经上，他只能讲外表。你看，圣人什么工都不可做，他就发展到什么工都不可做，他又发展到什么呢？这个安息日你只能走多远？有的又发展到什么呢？羊掉了安息日这一天，羊都掉了井里，你也不能拉它了，因为什么工都不可做。耶稣在美地的经过，托梅村，他又说你犯安息日了，为什么？你这个托梅村是工作，就这样。所以他们已经说耶稣是加为善的法利赛人。那么这安息日，他们说安息什么工都不可做，你只能你安息日只能安息日可走的路程。实际上圣经没有规定安息日该走多远，没有，这都是加上的。就是为了严守律法，他自己在圣之外加上一些，为了表示自己就是矫枉过正嘛。因为当时犹太人他们在律法放松，我们看哈巴谷，就是说犹太人律法放松，他们纠正，他们要严守律法，严守律法都是讲究律法的外表，洗净杯盘的外面。这样呢，那么犹太人这个法利赛人都很尊重他，很尊重他呢，他成了道貌岸然，成了假冒为善的代表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假冒为善？因为他确实守不住。那么人又尊重他，他的装，这样呢，别给这个党派坏了名声。这样呢，喜欢人在街上，陪的颈巾多宽了，带子多长了，喜欢人在街上为他干，他也甚至于圣洁到什么程度，不许人随便配他衣裳，这个摸他的衣裳穗子，他分别出来就不许任何人靠近他，不许任何人靠近他，他分别一身，和任何人都分别，任何人不如他圣洁，任何人守律法不如谁的好，就要分别一身的意思。我觉得应该是犹太教是他的特点是这个属性成的，靠律法成义，靠那些把它编成一些教条、规条成义。实际上，你想一想吧，你想一想这个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做，什么工都不可做，你要知道律，自己叫人死，经历叫人活。安息日为人设的，不是人为安息日设的。那么你说安息日人长病也不能治啊，你说羊掉了井也不能拉。饿了也不能脱门穗啊，等等等等，神心爱怜悯，不心爱祭祀。今天无论说你要救人要紧，而不是外面那些东西要紧，是主要这一切都是为人服务的啊，都是为了人，安息为人设计的。那么再举一个例子，就是说以色列围绕耶利哥城七日。尤其到七日，他是转了七早，每天转一早，第七了。那么这样按那个城这么大，全体以色列祭司也好，这个信这个群众也好，肯定按法利赛人的标准，你说他们不犯安息日吗？你说安息日规定可多的路程，实际上没这样规定，什么工都不可做，不是。在今天就是他的指向的是灵里的安息。外面呢，它都是些一种将来美食的影子。说安息日要说这些都是后世的影儿，啊，罗马书的那个格罗西书都讲得很清楚。所以这样呢，要一个误解，真正的信仰就是从创世以来到耶稣再来，都是一个信仰。中间又是什么犹太教啊、基督教啊？新教啊，旧教啊，使徒时代教会啊，中世纪的教会，现代教会，现代教会又是路德宗啊，又是加尔文宗啊，
有神灵领派耶稣家庭啊，不管他什么，就弄些，就出来一些，啊，大特别、小特别都是啊，最大的，啊，犹太教、基督教，使徒是初期教会、中世纪教会、近代教会，啊，中国教会要有中国教会特色，又是怎么样怎么样，各个教会都有教会特点，这些特点高。客观存在，但是我们要回到信仰，信仰是从神来的，要回归信仰，不客观的这些东西。现在又是三子家庭啊，这些东西，你从大导向，犹太教和基督教，啊，就是说，那犹太教之前，你说摩西那时候有犹太教吗？那叫犹太教吗？那亚伯拉罕那时候什么教？什么教都不是。那时候根本不是教，但是有一件事，他们都因信得救。你说他什么教？根本不叫什么教，就是因信称义，信谁？信上帝，信耶和华，信神的话。至于给你扣上名什么教？什么教？今天要妥协这些外表的东西，我们今天要回到实质，就是信耶稣。信仰都不是不相交易，但是有好的信仰，有和神这种听主角的话，就是亚伯拉罕那么简单的信，谁怎么说怎么听，谁怎么说怎么做，有了这个。你说伊诺是什么教？是犹太教？是基督教？是天主教？是东正教？是加尔文宗啊？是路德宗啊？是耶稣家庭啊？是灵恩会啊？是什么会啊？那个东西用上了吗？用不上。伊诺是什么呢？约伯是什么呢？亚伯是什么呢？啊，亚伯是什么呢？你说诺亚是什么宗教？什么宗派？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连摩西那个时候他光颁布律法，也没说这什么教，犹太教，也没说是个民族宗教，也没说当时。那么这是神这种启示，神这种启示。神当初对亚伯拉罕给他讲的是万国都一的回答，我没说光，没说信神是只允许犹太人信，不允许外邦人信，万国都要因你的回答。你因着信得有多国之福，这说明有多国的人都效法亚伯拉罕的信。多国之福，福又是表率的意思，福有生命的开始的意思，生命的起头。他是因信称义，因信而得的生命，给我们做了榜样，所以他是父。所以这说明，这和因信称和万国的人没有血缘关系。万国的人怎么做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也是因信得了个新的生命。这不是什么宗教，就是因信称义，信的谁？信耶和华。那么信为什么信耶和华？耶和华如果不是道成肉身，不是钉在的十字架上，信也没意义。所以整个旧约是给耶稣做验证的，整个的，不管旧约到新约，不管是什么，你不管你有什么包装，你叫信耶稣，就你今天的信仰是同时也不能变的。至于穿什么外衣，你在什么环境当中，那不重要。有些人他一直不理解，你往三人怎么你这种信仰你怎么进三子有什么东西？我得给你这，再说了这个第一个，那么这些东西都不是我选择的，那个时候的那个过去专家能说。再说不相信就是家庭教会啊、三子教会啊，这个也什么派别，这和你今天只要纯粹的信仰，主把你摆到哪里，你只要不是自己选择的，东西少的是，你怎么不出来呢？我出来我那我进去不是我自己进去，我出来这我如果愿进去进去啊，出来拿上神还是我的主，我不成了自己的就自己。我们一个真正神的儿女你没有自己的选择，神把你放到烈火要失踪也好，放到你哪里，放到什么地方，对吧？那是上帝的主权。我们在中间还一个是要做死的器皿，神要用你把你放到哪里放到哪里，那是死的器皿，活的石头，活的石头是和弟兄姊妹互相联络，建成一个灵宫，就生命的宫殿，那是真正的主的身体。你要做工人，要做死的；那么你要做信徒，要做活的。那怎么着做信徒，做活的？
那么建成林宫，需要你做活的石头，活的石头有生命的，和地宫它们互相联络，联络是一个，那不是讲工作，那是讲联络，那是建立生命的联络，生命的合一。活的石头，死的器皿，那么十分，主把你放在哪里是哪里。这个死的器皿，你那个杯子是器皿，那么你不做死有啥用吗？你倒水，他说跑了，你怎么倒？你这个死的器皿放了一边就放在一边，用就用。那么有些工人，谁用他有的他不愿意，不甘心侍奉，有的那谁把他放一边，他也不愿意了啊，怎么也不用我，你怎么用啊？别人不用我呢？可以说带货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，一切没有瓦器，就是说有多于贵重的器皿，有多于卑贱的器皿。这个器皿再多，那么来了客人的时候，你茶壶再多，来了客人的时候，那个器皿他不能都用上，大多都还在你闲着。而且你金器也好，银器也好，木器啊，瓦器也好，最重要的不是什么器，最重要的是结晶。你又来了高贵的客人，有金器，里头脏兮兮，你也不能给人用。就是瓦器，你这个玻璃杯子呀，瓷杯子也得洗干净，你个金杯子也得洗干净，主要是得洗干净才能给人用。你有个金器，你不洗干净怎么给人用啊？那么今天来了尊贵的客人，没有金器，别的玻璃杯子也行。你要是来了中央首长，你是玻璃杯子也行，也不一定非得是金器。那么你有个金器结晶拿出来用，那更好，更体面。那么今天使用一个人，最主要的是你结晶，但是结晶还是大多数。如果这个金器不结晶，谁也把你放在一边。你别看着你好像更体面、更尊贵、更有价值，但是它不一定用的。为什么你里头不结？那么这样呢，大多数器皿还要在这上等着。你还家里家具多了，你干活的时候。你干一样活，你才使一个工具。你家里多少工具、多少东西，你同时也不能，你同时只能与其他大多数人闲着。那神用一个人呢？我们全教会都合不中，但是神用哪一个人，他不用哪一个人，也不一定他多么好，就多死的气呢。你说，哎，怎么不用我？你用他可气死了，这就不行，这里头就不接近。这就说，合不中要做死的气呢，你啊。哎，你怎么在这？你在哪里呢？这些东西，这都是他那话没法跟他说。我们今天就说这个事。这个基督教和犹太教，基督教并不是犹太教的一种，就基督犹太教并不是基督教的前身。并不是一回事。他信仰啊，那个犹太教呢，啊，是前身，从实验培养前身，但是并不是犹太教的改变，完全两回事。犹太教并不是旧约的信仰，基督教新约的信仰，这完全是错误的。真正的基督教超越宗派，他的信仰是整个圣经是一致的。旧约新约从律法也好，从创世纪也好，一直到启示录是一样的。是超越犹太教、基督教、天主教、东正教、这教那教，超越这些东西，也超越派别，要超越宗派，所以这些东西不需要争论。那么需要争论的就是人家思想的产物了，人家罪性的理性啊，这开始他出了他的天主教的教义、基督教的教义啊，他的信条，犹太教的信条等等等。现在我们看到，那么这为什么说，犹太教并不是旧约的信仰呢？旧约启示的信仰，犹太教它不是启示的信仰，它是从马拉基到马太福音这一段，那么这一种啊，从哈马谷看到犹太人这个律法放松，这个好像人犯罪都教会荒凉这种情况，这个后来。
被落到瓦砾人去。那么这后来这个回归之后，我们看到也是很，也是这个时候，这一部分虔诚的人为了追求圣洁，为了追求虔诚，就出来就法利赛，就是要圣洁，分别为圣，这个意思。但是他没有新的生命，没有圣洁的生命，他要求靠自己严守律法，他只能洗净背叛的外面，只能变成加为善的人。好多人变成加为善的人。再一点就是犹太一这个法利赛并不是都是加为善的人，主要所责备的是其中的一部分人加为善的法利赛人，就和保罗也是法利赛人。尼格底姆也是法利赛人，但不是加为善的。他们就实实在在的守律法，上帝要遵行神的话，但是他们不明白圣经，他们误解了圣经。这样呢，这个真正的基督教，他是不是讲特别的事，讲信仰就是讲我和神，神和我，就是这样的和神缓和，不是你是什么教义啊，是什么？我们不是不要教义，要教义，但是。礼拜天没讲的，还礼拜一我们也讲的，你最主要的不看这些，要看耶稣，要和基督合一。我不是说你反对，你在与主合一、信仰对的情况下，你在讲教义。我们看到有些自认为教义非常比谁都正确，他们的生命很麻烦，哪里都不像耶稣。那说点话，他那种排他性，他排他的好多都是真正的神的仆人，真正重生得救爱主的，他都排斥在外。甚至他们有些人那个极端像二文宗，说那个宋上杰的不得救在地狱的，又是说那个还周作那个谁，那个于洪杰扭断脖子，下面一片暗门，就这样啊，谁都。专门喝的，他就凭着什么呢？就是学了些教义，学了些神学，和他不一样的，就是他是真理的化身。信仰不是这个，信仰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不是一些理性的东西。你可理性表达，你理性是，你今天你的神学是为信仰服务的，信仰不，你不能改变信仰，只能解释信仰。你有了正确的信仰。你有正确的见识，才有正确的教义。你连正确的信仰你都没有，这种信仰都，你信耶稣都信成这个样子了，说话形式这个态度，你那个教义啊，你再认为对，一看这个行为不对，看官都有知道你的生命了，看你结的果子，你说的再好再往什么用？是的，当然是那些生命好的那是一回事。你只要高举那些东西来批判别人，那我那个有一个那个有一个姊妹，我看是好像是俄罗斯人，也是一看那个样子是一个姊妹，她也是中文我看也行，被拉到那个改革党群，她不知道说什么了，他给我拍下来的这个转给我的就是那个截图，骂的他，好，你平时你怎么在这乱说，你不得好好的听着。他就说你把拉进来，你控制人的言论，就是你不能乱说，你懂得什么老子心主心了，你说他就骂人也在这说。那个姊妹说，他说你怎么你心主你都我奉主的命咒诅你下地狱有什么东西？他说你伤心。你信主怎么信的？信的这个样，老子信了50多年了，传了道一直是说，就是改革宗的。我那传那个截图，不光他这个，你不知道他，他骂我的也是这样，也是的，不是他那些脏话都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他就是，只要和他不一样的，他就说人家都是错，都是异端，都是下地狱的。加尔文。那一段什么都烧他的，用不完，这个。那现在你看，那说和我也是加尔文，他也不这样，也是改革宗，他也不这样。和他一听，
空着饭听他创意直播，他说一样，都是讲的都是一样。他说你和他们那些我们也不一样，他就是，这就说真正的信仰他不得什么派别，真正信仰就是信仰，你这个神学，你这些教义，只是对于信仰的一种解释。信仰你是从神来的信仰，你这个对了，你的解释，你把你信的来解释出来，你用圣经神的话和你的经历和你得着何处何意都统一起来，这才是一个立体的，是一个活生生的，而不是一个平面的。仅仅的是教义就代表基督教的全部了，仅仅的一些神学知识代表这是不对的，那就没生命，而且也没有谦卑，也没有人，也没有完全没有基督教的特性。这样呢，我们看到，这样呢，这个基督教是相信一万下成就旧约的基督为宗教的一个救主的宗教，它旧约和新约它是有机的一体，纳入在正殿中。因此呢，基督徒今天基督徒从旧约和新约都得到属灵的经验和生活指南。与此相反，说犹太教从人民主义立场选取了旧约圣一部分内容，将它制度化，更重视人的遗传或者传统律例，因此在严格的意义上，它只是以色列一个民族宗教，而不是旧约的宗教。特别是旧约圣经随着旧约的进程而发展新约，基督教继承了启示的正统性，但是犹太教呢只承认旧约圣经，因此基督教和犹太教是个不同的宗教。基督教不是源于犹太教，而是源于旧约圣经。我刚才总结了一下这个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不一样。第一是神论，神论的区别，犹太教他相信是一位神，他不相信三位一体。基督教呢相信神是三位一体的，圣父圣子圣灵。犹太教呢，他神只有一位，他不相信基督是神，不相信三位一体。第二是人伦，人伦呢，犹太教认为人的堕落是极其局部的，也可以依靠行为而成立。那基督教人伦呢，人的堕落是全面的、彻底的，就是说全然败坏，是致命的，必须靠着信心得到基督的恩典才能得救。圣灵论呢？神的启示，犹太教认为神的启示不仅仅是局限在旧约圣经当中，也出现于犹太一些文学中。那么旧约呢是在圣灵感动下记录下来的，但不具有都是。那么基督教的这个圣经论呢，说神的启示仅仅的是在新旧约圣经里面，此外没有其他特殊启示。那赎罪论呢？这个犹太教的是人民主义的赎罪论，不需要中保，靠自身努力和行善就可以成立。那么基督教呢，只有相信主耶稣为中保才能得救。那基督论呢，那个犹太人认为尼赛亚还没有来到，但他来到时候会建立一个理想的国度，以色列民族在宗教上、政治上都在全世界处于领导人类的地位。那个基督教呢，他说尼赛亚是认为尼赛亚是耶稣基督，通过道成肉身和复活救赎罪人，将来会再从神那里、天父那里天上降临，审判世界，建立天国，建立这个天国临时。这个末世论呢，犹太教认为恶人会在新人的骨受苦，行善者在天国享福，以色列神的选民死后会在亚伯拉罕的怀里，外邦人家只能下地狱，未受割礼。那么基督教的末世论呢，就是取悦他死活得救，取悦是不是靠着耶稣，只有主耶稣有审判权和照着个人所行的审判个人，不是根据的民族，哪个民族得救，受割礼不受割礼，只是照个人的行为，悔改没悔改，是不是靠耶稣得救。好了，这个今天到这里，我们共同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
愿为你都罪负的人为圣，愿负的国家为，愿负的指引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予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免了我们的债。不叫我们厌食他，就能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父的，直到永远。